新北市石门松山社区，从空拍机俯瞰，好像眺望巨人的阶梯。它至今已有百年历史，全部面积占 43.64 公顷，是全台最大的梯田。梯田很壮观啊，然后那个风景很自然啊，很美丽啊。几岁？八十啊。八十外？啊，你住这住偌久啊？二十二岁。我到这住啊啦。哦，风岭的吼。哦，风岭的啊。蝉山的规个，怎么就只能在跑远啊？变化很大了，以前在这边都是每天都是放牛耕田，从念小学就要用走路到石门去念书，然后每天差不多要一个多小时的，一趟就要一个多小时来回这样子啊。然后如果冬天的时候五点就天黑了嘛，哦，真的是摸黑啊，没有路灯回家的啦。居民沿着地势开山辟地，用石头筑墙，成了一阶一阶的梯田。水从山上而来，造就了新北市最大的百年梯田。目前政府仍不断的辅导扩大中。政府来，然后来辅导，他根本有一个希望来辅导年轻人，就希望回归嘛。啊，回归就有机会再开创整个那个百年梯田那种风貌出来。石门松山社区将环境富裕和观光导览结合起来，搭建瞭望台。居民期盼百年梯田能够大面积复耕，不止赢得观光，还能够再现风华，吃到当年的米香。新唐亚太电视廖丽芬，台湾新北采访报道。